除右下。把这里给我擦干净点，还有这里，还有地上。私事总裁思虑痕，影后令菲菲机场对拍，公开恋情。你看看你，再看看人家令菲菲，大明星，高学历，还有自己的公司，你还带着我们家不想走，赶紧离婚，赶紧离婚。玉恒，你回来了。让开。菲菲这是怎么了？开点低血糖，不舒服。我先送她回房间休息。你别想进去骚扰他们，赶紧回去做饭。求一下。你好，求一下，我们离婚吧。求一下，我们离婚吧。为什么要离婚？这三年你的表现我都看在眼里，这里面有100万，我还会给你套房产，够你的心路历程。所以你是要用钱来收买我这三年为你家当牛做马的青春吗？你别不识相。司玉恒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你的妻子啊？没有。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娶我？我当初不过是遵循爷的遗愿而已。一分钱都不会要你。你是想传出啊，我离婚还苛责前妻的名声吗？你到现在在乎的都只有自己的名声，你在乎过我吗？儿子，菲菲醒了，她想见你。还没做好吗？赶紧端上来，菲菲饿了。不是你们家的保姆，更不是宁菲菲的保姆。你想造反吗？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为你们家做任何事情，因为我知道，我的人心是我不认的。可惜我用了7年才明白。苏总，欢迎回家。苏总，欢迎回家。好久不见。你遥控公司三年，处事蓬勃发展，现在已经稳居首富宝座。别废话，把让给司徒那块地拿回。苏总，这可是你特意交代要让给你老公的。我说过，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让着私事办。儿子，你终于和楚右下的女人离婚了。她性子那么执拗，怎么轻易就签字了？儿子，这种假正经的女人，饿死也正好。以后啊，你就可以好好跟菲菲好好过日子了。
立刻给我查楚留下的行踪。对啊，楚总，今天令菲菲来我们公司面试 TI 钻戒的代言人了。今天令菲菲来我们公司面试 TI 钻戒的代言人了。哦，面试官你好，我叫令菲菲 ，TI 钻戒代表着自始不渝的爱情，我觉得我非常适合 IP 钻戒的代言人。说说你的理由。我的未婚夫是森氏集团的总裁，他和我一直非常恩爱，在大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了，即便我出国离开三年，他一直在等我。我听说四总好像结婚了。他那个只是形式婚姻，而且早就已经离婚了。不瞒您说啊，他前妻特别欣赏我们姐姐的爱情，所以主动退出。那个菲菲啊，我觉得你挺适合。不好意思啊，接个电话。啊，楚总，你有什么指示？楚总，我来面试代言人，连首富都惊动了。看来这次玉恒又帮我铺路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位小姐，咱们楚总说你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自己不知道你什么货色？行了，我求求你见见楚总，我还没跟他解释。下一个，我这次来你这一个，我真的很想他，求求你了。什么事？我没有查到楚留下的去向，也没有查到关于他的任何信息。他无父无母，又没拿我的钱，他还能躲去哪儿？还要继续查吗？查。是司总。厉害！今天去楚氏代言人面试失败了。这三年，你不是和楚氏关系一直很好吗？你再去帮帮我。好，这件事我会解决。喂。穆经理，听说楚总回国了，我在金鱼咖啡厅订了位置，请楚总一叙。喂，穆经理，听说楚总回国了，我在金鱼咖啡厅订了位置，请楚总一叙。抱歉，楚总说他不和我谈。你先回去。张爷爷，四总不好了，我们正在去看他关系被楚氏拿下了。走，去楚氏。穆经理，今天下午把那个报表发给我。哥哥，这次你可一定要帮我。哦，那得看你今天晚上的表现。司令恒把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当成宝，真是可笑。哎，要不我深入查一下，一定很有趣。不用，这是司令恒自己的事情，我们走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您不能进。你不认识我了，我是司律恒。穆经理吩咐过，司律恒不准进。司总，刚刚的背影有点眼熟。我想你啊，应该是不认识。那麻烦穆经理安排我跟楚总见一面。抱歉，我们楚总很忙，没有时间把精力花在无谓的人身上。我哪里得罪楚总了吗？抱歉，我没有义务向你解释。喝杯咖啡。味道不对，怎么回事？少爷，您平常喝的咖啡都是楚留下亲自煮的，今天这咖啡是我煮的。重新泡。司总，要不您还是别喝咖啡了，以前楚留下总说您胃不好，要不我按照他留下的方子帮您熬药试一下。他还说什么了？他还说您不喜欢吃香菜，对花生过敏，家中最好不要出现花生，改点芹菜和牛肉。
这些细节连秦妈都没有这么在意。你先回去吧。绿涵，我今天逛商场买了一条丝巾，我觉得特别适合你。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我今天逛商场买了一条丝巾，我觉得特别适合你。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你刚都这么晚。我有点饿，去给我做点饭。我不用做饭，我叫佣人去帮你做吧。现在这个时间哪还有佣人？以前都是楚留夏做的。我想他干什么？他难道又想起楚留夏来了？对了，我今天碰到楚留夏了。在哪儿？他现在酒吧当服务员，现在可会打扮了。你们那些男人啊，都盯着他看，现在在外面抛头露面的，一点都不会是你前妻的身份。他竟然堕落到这种地步。不打算接。男人，我不想让我被情绪。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楚留夏竟然把我拉黑了。伯母，你怎么每天出去买这么多东西？是不是花了绿涵的钱？伯母啊，你居然出去乱动了。我仔细想过了，你要是嫁给我们绿涵以后，就是富豪太太，不需要再抛头露面，只需要照顾我们绿痕就行。伯母，这是我的事业。我不管，想当我们私家的儿媳妇，就得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。我可是大明星，又不是佣人。这个活楚留夏都能干，你难道连他都比不上？那我就得重新衡量一下，你够不够格嫁入我们家了。伯母，来，我认下。玉涵，这是我新做的，快尝尝。怎么了？不好吃吗？难吃，你就别做了。司总，终于查到楚总的行踪了，他现在正在曼雨咖啡厅用餐。我倒要看看这楚总究竟是何方神。我倒要看看这楚总究竟是何方神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楚总呢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怎么？这家咖啡厅是司总开的，不能来？哟，司总怎么在这儿？你们什么关系？你觉得呢？抱歉啊，我们还有事儿，就不打扰司总用餐了。为什么楚留夏会出现在楚总的咖啡厅？他也姓楚，难道？喂，
马上给我调查一下，楚右夏和楚氏集团的楚总究竟有什么关系？楚氏珠宝代言人为什么是白薇薇？也不知道楚总看上白薇薇什么了。穆助理，穆助理，我是宁菲菲，前段时间去面试过楚氏珠宝代言人。有事吗？我已经仰慕楚总很久了，想见楚总一面，只要楚总愿意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不知道宁小姐的未婚夫看见宁小姐这个样子会怎么想？楚总想要得的女人又有谁可以抢，不是吗？我们楚总看见你这样的女人都嫌脏。你我们楚总看见你这样的女人都嫌脏。你玉恒，你这样对我做主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今天那个所谓的楚总约我去谈合作，然后我去了，结果他说什么了？他欺负我，我说我是你的人，但是他压根就没把你放在眼里，他还说以后整个私事都是他的，更何况他的人。喂，进来。司总，有个事儿。让公关部把关于楚总消息放出去。这一次我一定要逼他现身。楚总，宁菲菲在网上造谣你，潜规则他，还说你是个秃顶的老男人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楚氏集团股票下跌，一定跟这个司律行脱不了干系。他无非就是想逼我出面。好，我什么想法？穆助理，如果你早跟我合作，就会省去很多麻烦。看来司总是来帮未婚妻讨回公道的。当然。可据我所知啊，是宁小姐你想要勾引楚总，甚至还暗示你什么都可以做。不过可惜啊，我们楚总可不是什么货色都能看得上的。怎么可能？楚总都50多了。都快入土了，哪里比得上我们绿恒这么年轻？就算楚总是首富，在我心里比不上绿恒一根头发。我们楚总德高望重，只要见他一面，想被他潜规则的人数不胜数，还不至于饥不择食到这种地步。绿恒，你看他不过是个助理，这么嚣张，他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。穆助理，你当不当我自愿退出？他是别人的，不会是真的人品败坏见不得人吧？谁找我？楚总。楚右夏。楚右夏。今天我不来，这场戏怎么收场？楚右夏，你就是楚总。我倒想问问，我怎么潜规则了？玉恒，他既然是楚氏总裁，却一直瞒着你，一定不怀好意。扮猪吃老虎很有意思是吗？司总帮人出头钱，最好先想想值不值当。不要看，不要看。看来司总的口味非常独特。
玉恒，玉恒，你听我解释。思雨哥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还要解释什么？你之前不在我身边，他们欺负我，我是被强迫的。我是真的爱你的。嘴上说爱我，然后跟别的男人上床。思雨恒，他在我之前救过你一次，反正就别让我这一次，好不好吗？那我以后安心到了，斯太太。为什么？我小时候救过你，你答应要娶我的，是不是因为楚留夏？你看他是楚氏的 CEO， 就后悔跟他离婚了，是不是？别无理取闹。我懂我。厉菲菲，这个不要脸的女人。居然敢背叛我儿子！妈，算了。她是个人尽可夫的女人，还不如楚留夏。至少她安安分分。最起码她救过我的命，而且楚留夏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当世家的少奶奶，不比她在外面当服务员好？谁能比她有钱？她不就是个穷鬼？怎么回事？都怪你！马上让你们楚总出来见我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楚总和穆经理一起去宁沪出差了。什么时候回来？一星期后。现在国内给我留个机票。楚总，我帮你拍照吧。啊？好、啊。哇，穆晓，你不愧是天下最好的助理、嗯，连照片都拍这么好，女朋友练的吧？我没有女朋友。再跟我拍一个。好。好、哦，好看，对吧？走吧。怎么是你？什么叫三年？我竟然都不知道你就是叱咤商界的楚总，司令长。你但凡把你对其他人注意多放一点在我身上，你早就知道了。我知道，这三年是我忽略了你，我知道你还爱我。我们重新开始吧。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这些恶心的东西，而且实话告诉你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你别骗我。这就是我现在的男朋友。不可能，司总。你来找楚，我女朋友，有什么事吗？她不过是你的助理，你能别随便找的人就行了。司令恒，你凭什么这么说？这三年来，你一直在给我委屈受，而她一直在陪着我，所以我选择她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司总，还不走？想留下来看看我怎么照顾他的吗？楚总，利用完我就想扔掉吗？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楚总，别动。我要你搞清楚，我们刚才只是在演戏。楚总，想什么呢？穆助理，以后不要做多余的事情。今天不把这里擦干净，晚上就别吃饭。
玉涵，看什么看？给我继续干。妈，家里有事请不起佣人，没必要。他心甘情愿的。嗯，是，你别跟我吵架了。随你。玉涵，我们好久没有喝酒了，今天喝一杯吧。来。玉涵，玉涵，你脱我衣服干什么？我看你喝醉了，想帮你解开，让舒服一点。玉涵，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你为什么不碰我？我跟你说过，让你待在我的身边，只是因为你小时候救过我，仅此而已。那七年前你和我在一起，也只是因为你跟我一起被绑架过吗？是，当初跟我一块被绑架那个小女孩，善良、真诚，让我心动。但是我现在看到你一点感觉都没有，滚！你回来了，玉恒，喝多了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。楚总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你该管的事情。这东西和思绿恒有关。穆助理，你好像对我和我前妻的事情特别感兴趣。没有。下班了。夏建恒，联系你。这段时间过得很好吧？托苏总的福，过得不错。我跟你说声抱歉。抱歉？抱歉有一个朋友警察干什么？苏总要是再不走，我男朋友会吃醋的。只要你能回到我身边，我一定不会像之前那样，我保证，往后你还是唯一的斯太太。你觉得我再回的斯太太有头疼？放手。你哼着是假的，对不对？真是。难道以后不会变成猪吗？难道你真心，只要是个男人就能交付出去吗？没这个说法。我曾经难道没有交付出真心吗？真心换来的是什么？你一次次的背叛和无尽的羞辱。我从来没有背叛过他。我对聂菲菲好，只是因为他十年前他救过我的命。你说什么？十年前，我和一个小女孩被绑架，她冒着生命危险让我逃跑，那个时候就算是我不完全。等等，这是我的护身符。我十年前明明给了和我一块被绑架那个小女孩。这个东西是我珍藏了十几年，现在才发现是对我最大的羞辱。您好。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我对聂菲菲好，只是因为她十年前她救过我的命。玉涵，这么晚了。你去哪里了？我去给你煮碗清酒汤吧。菲菲，
你还记得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给你的信？我当然记得呀，只不过这么久了，我不小心弄丢了。没事。司总，你怎么了？林助理，你说，我一直以来，司总，你说什么？一直以来认错的人，反而伤害了你最爱的人。如果伤害了别人，谁肯认错就好了。那个人一定会原谅你的，司总，外边冷，咱回去吧。哎呀，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给你的信物吗？我当然记得呀，只不过这么久了，我不小心弄丢了。我跟这别墅合作以后，我们找到了新的合作商，牧师。牧师是我市的龙头企业，而且听说牧师也在研发新能源，和我的想法更能合作。如果说能跟牧师合作，牧师确实能。但如果是你，可能想法会变的。怎么说？我听说牧总有一个跟你差不多年纪大的老婆。如果你能跟牧师联姻，或许能成功。你怎么那么了解牧师啊？你怎么其实啊，我就是牧师集团日本负担人。堂堂牧师集团的少爷，后来跟我当助理。牧香。哦，我上厕所去了。楚州夏，但如果是你，可能想法会变的。怎么说？你把钱都是刘涵了，你把刘涵还给我好不好？是因为你这么说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已经毁了我的事业。刘涵是我的唯一，我不能再失去他了。我没任何一个证据，我不知道怎么活下去。你说的好像是我拆散你的事，还没帮你算账呢。是你为了你的事业抛弃了爱你的男朋友，然后竟然结婚之后你又出现，你出现破坏家庭，第三者，你才是小三。你爱司令爱的死去活来。我就不信你现在好。是你为了你的事业抛弃了爱你的男朋友。那又怎样？爱情里面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。他当然爱我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爱司令的爱的死去活来，我就不信你现在。那不会在意其他的。这是你男朋友。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。这样不用在意其他的。这是你男朋友。你来的正好，赶紧把你女儿带。你回答我啊！你干嘛？
是吧？司官，迟来的申请比草甸，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，以后不要再来烦我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。玉涵，为什么？你还要欺骗我到什么时候？你明明知道我最讨厌别人欺骗我。我没有骗你。那个人是楚留夏。都是这个楚留夏毁了我的一切。我一定要毁掉楚留夏。你回答我啊！你干嘛？没事吧？我要的东西在里面。你要这害人的东西干什么？楚留夏犯了，我要让他生出来。我借钱也是稀罕事。唉，司总不好了，你怎么面对楚总不利？楚留夏犯了，我要让他生出来。司总，不好意思，这里不关，不干了。这个人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说清楚！你非要对楚留夏不利，来不及了！跟我来。楚留夏，你冷静一点。我没办法冷静。你们哪个男人会喜欢你？司令恒不是喜欢你吗？他把我赶了出去，不需要封赏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拜你所赐。太不简单了，我帮我，怎么帮我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说清楚。你非要对楚留夏不利，来不及了。你疯了你！李飞飞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留夏，正好你没走。你是为了救我而受伤。我有责任等到你醒来再走。医生说宁菲菲的硫酸里兑了水，所以你在上面没有那么严重。我说过，只要你没事就好。男人嘛，为自己心爱的女人受点伤是应该的。我说认真的。司令恒，宁菲菲已经被抓起来了，我是为了等你醒来告诉你这件事，所以我才要走。现在你醒了，你应该走。我承认是我识人不清，一开始就认错了人，但我现在已经认清自己的心了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说过，只要你没事就好。为自己心爱的女人受点伤是应该的。司令恒，你什么时候能够明白我已经不爱你了？你难道真的爱上别人了吗？你好好休息吧。留夏，留夏，一切都搞定了。司令恒，你帮我查看一下。
你们聊吧，我先走了。你们夸他什么？已经结束了。陆夏，一切都搞定了。你帮我俯瞰一下。我朋友买了两张电影票，但是我一个人怎么看？所以想约你。刚才医院打电话来了，说怎么可能出院，谢了。没事，去吧。等一下，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，我会一直等你。优夏，我就知道你还是在乎我的。我知道你在乎我，在乎我吗？你不要再跟你自己认识。我是真心悔过的。我也是真心的。有什么爱，那不放手。如果你是真心的，那你就不要诅咒我，这是个性子的权利。所以，你找到幸福的人了。Forever young.